扫描并出示健康码，疫情防控人人有责。谢谢您的配合和理解。龙山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提示您：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，进入景区请佩戴口罩，主动接受体温检测，扫描并出示健康码，疫情防控人人有责。谢谢您的配合和理解。 水滋养大千世界，保护水资源，珍爱我们的家园。 提高全部素质，重创全国文明诚信。哎，您，您这个朋友来呀？哎呀，还是科长还没过来哦。黄队长，人生万山向党建。你还记得吗？儿时你是大爸爸的护卫，第一次迈出脚步，第一次从包里走出，背起满杆。
放弃，每一次成功，每一次收获，哪怕第一次失败，也都请对着父母的眼睛看。父母看到当初第一个房主杨家俊。I'm a